恐惧，涨十倍啊！昨天，现在搞这些东西，对对对对啊。这个你要常常去搞才清楚啊。没有，但有时候这个也是要一群人搞才行，你自己搞不行。然后最后看谁，看谁收摊。对啊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了。好好好。啊。对啊，你那边的疫苗怎么样？疫苗，我们这疫苗很糟糕哎。我在慢慢等的，我没关系。我的朋友哈、啊。朋友在南加州的啊，城县的，就是有把领导附近的，他们都打了。上个月就打了，有一个那个 senior center 叫他们去打，就去打了，嗯，就打了。我们这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们这有已经、啊、有的人父母有打了嘛，谢也打了第一针了、啊，真的、啊？嗯，那什么？在市政府叫他去打的？他们市政府的，他们市政府的员工去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我不急了，我应该在一个月应该轮得到了。在一个月，我呢？也差不多了，应该找地方了。一个月。嗯，谁知道？